少神少神请上来，少神少神请上来。请问你是煞神吗？希望海乐跟乌老可以平安离开这里。不行吗？拜托你，至少让我赶快找到海乐，算我求你了。这个应该也不行吧？啊，竟然可以！啊，煞神煞神请归位，煞神煞神请归位。啊，希望都是真的。哎，什么什么？让我看看！你小心啊！啊啊！乌老，不对，fuck！ 痛死了，痛死了！不玩了啦！哇，用看的都觉得痛。乌拉，不会吧，又来了。这次又要去哪里啊？ Shit， 没完没了。不管了。乌拉，乌拉，鬼片好像演过，只要人晕倒，鬼好像就会离开被附身的人。喂。喂！啊！乌狼！乌狼！Sorry， 别怪我了。顺便确认一下，你是不是真的？啊！啊！乌狼，你醒了！啊！
真的。怎么打不开啊？吴老，是你啊？没问题吗？
会有谁在这里吗？这次公演的首席人选呢，我们会用选拔赛的方式选出，大家都有机会，好好加油。我是首席呀、啊、我们家月平最棒了。双胞胎不是都很像吗？能力怎么差这么多？月红啊，你好好想想，你还年轻，换个才艺练还来得及。程度，姐姐随便跳都有。Ha ha ha!
煞神煞神请上来，煞神煞神请上来，煞神煞神请上来。拜托你，我想当首席，让我变首席。不要想，不要想，早日比较重要。舞蹈系芭蕾舞组期末公演即将开始，请还没有入座的来宾尽快入座。月饼呢？还没来。啊！车祸！真的假的？请欣赏由首席演出者李月红带来的演出曲目。演出即将重新开始，接下来为您准备的是专属首席的沉浸式舞台。演出中请勿干扰、触碰舞者，以免造成意外。
又是这个手，月侯，对不起，没办法去看你。一直想着总有一天，我们要一起双手席上台表演。另一个世界见。希望你们早日安息。那个鬼手，秦少，情人节，学长，乌老，你先走，我们先走。不要这么生气啦。不是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讲。吴老，我问你，我在许愿的时候，你有看到手吗？啊，手？什么手？对了，你那时候 ，OK， 当我没说。哎，你都不怕吗？你这么冷静。哎呦喂呀，就算怕也不能怎样啊。驱魔！海乐，一定是海乐！海乐，雨海乐！听不见？不可能啊！这么大声！海乐，海乐，雨海乐！喂！该不会中邪？鬼上身，
你是说鬼对他做了什么吗？不行不行，喊了喊了，从别的地方找吧。对面那洞是哪里啊？你读这么久都不知道了？不是啊，我是你啊，幼姨，今天比较早。是的，父亲。嗯，你看这世纪图真不错，世家出身，人品端正啊，人也刚好大你4岁。搞什么？那是不可能，以前都只有感觉。吴老，秦少，不见了，不见了。